接上集说到，炮哥一直怀疑我开挂。大师兄，你这什么狗尿挂也不行啊！这啥屋子都没有，怎么玩啊？你看，我都说了我没开，你还不信？我要是开了的话，那还不来个空子砸你脸啊！大师兄，你还说你没开？这游戏玩我是吧？行，我说我这一地图下面全是车，我就说我没开吧。大美丽，大美丽，快来！我就说我没开，你还不信？看到了吧？我都说我没。浩哥果然没骗我，大师兄你真的开了？啥？我真没开呀！我刚才说要车也没给我，我掉。大师兄，你说你这个狗尿挂都能刷东西，那他能不能让咱们原地吃鸡啊？你想多了，再说我也没开挂啊。哦，真没开？真没开。我大师兄一名纯绿色手速玩家，要是开了的话就让轰炸机炸死我。大师兄，我要举报你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